心，抚慰旧难，想当有晚叹，眼角之际仰来声音和酒
月救苦天尊，其其事无踪，其世皆人和，佛罗同宣闻，水色似游侠，一如大圣路，数几年皆多，不生亦不灭，与生因莲花，超龄三界菩此心皆失落，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台上洞穴灵宝九窟妙境，二十九窟天尊遍满十方界，常以为真理，就把诸众生得离于迷途，众生不知觉，如望天日月。我本开无中，法力无边际，行云开生门，香烟色似乎，出发轩辕时，一通相干气，救一切罪，度一切恶，渺渺超仙缘，当当自然清，皆成大道理，一副诸魔经，空中何说说，明月逆万仙，紫云覆黄老，使命三宝君，还将上天气，一直救天魂，救诸妙神，善解救护士，天上分无分，天气归一身，皆成自然人，自然有别体，本在空洞中，空洞即非起，遍地皆虚空，第一为其力，第二顺其生，第三成万法，第四生光明，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无边际，妙在大东经，鬼名太上尊，能消一切罪，东方玉宝皇上天尊，南方玄真万福天尊，西方太庙智济天尊，北方玄上玉成天尊，东北方独邪上圣天尊，东南方好生独明天尊，西南方太林虚晃天尊，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上方玉虚明皇天尊，下方真皇东胜天尊，高严十方诸天尊，其数如沙尘，化形十方界，不嫉妒天人，为其具功德，同生救罪人，罪人是可爱，天尊说妙经，念诵无休息，鬼神不暂停，天堂向大佛，地狱无不生，佛已成经书，解书化为仙，上登竹林府，下入开光门，超度三界难，经上元始天，于是飞天神往五阳树中，瞻仰尊严而作颂曰，天尊说经教，皆依于浮生，勤修学无为，无真道自称，不迷亦不慌，无我亦无明，狼用罪夫去，万变心够清，而是飞天神往记住天仙中，说是送笔，起手天尊讽刺而对，台上洞穴灵宝九窟妙境，原是天尊说升天得到真经，而是原是天尊在在落天上，于经山中备注天仙中，说似升天得到真经，高如仙乐无尽未入，略其身心明学道要，十方得道神仙皆从此经修行，儿童未老善男子善女人，一听斋戒做事精良，一切有为显著真如，弟子发相待可受持，能凭中愿永出然者，外相不如内相不出，于正念中来得无藏清凉，六腑跳台三百六十骨节之间，有诸之爱是恶之
之业，百八十烦恼之业，众苦罪缘悉皆除当，吸引太和真气主润身天，五脏六腑心目内观，真气所有清净光明，虚白荡漾渺渺明明，内外无事浑浑默默，真大无畏古今长存，总是今念种子皆无道理，自负法要相助，乃皆因是取现归时，安吉六根经照八十，空气无云真妙三元，得道成真自然深度，二是诸天仙尊上宾天尊言，自从五十以来，至于今日为闻如是大乘经典，我等愿自心会广济一切道，我愿名而说机缘，渺渺明明清净道，浑浑默默太虚宗，体性沾染无所住，色心都记忆真宗，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太上道君说些缘，八岁妙经二是太上道君与诸神同在八千灵下，七宝台中罗列为一副成道要，一身过作如玉金山，放七宝光明照赴堂地狱，见赴堂之内男女善人快乐无为，逍遥自在福建诸地狱之中，恶鬼求魂一日七夜，手中中苦恼喜无人心，无体怀难几餐孟佛，可以容痛阻力道山，身无跌障遍体流血，悲号彻天时时会中有一真人明月光心，从左而起起手前进，上顶道君曰不慎自卑求魂，生有何咎而受此苦，道君曰受诸罪者在世之时，不敬三光祈福神力，施恶无逆不忠不仁，不慈不孝毁杀无名，杀害众生福尽受终，当受此苦时时光心真人心生爱民，与其即把心王庙里微光虚灵开度，福门道君垂赐经验，光舍法药为度众生，言说是经明月结缘，八岁留步于世，一存亡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心专志如今痴呆，分享心道流失转念是经，无当随缘保佑其人，世俗世缘仇征服超度，幽魂哭霜隔火超生，真人关心欢喜在拜，罗楼神音而作颂乐，唯在大道君长不无量功，周济深似海几度超罗峰，罪罪不负于福报与命同，永生安可色三日也能修，时时光清真人与诸神中，文法将一个个起手归依，心手奉行太上道君说解缘，想。
则显灵宗于尘世，为身家于阎浮中，有难若成金，大师须生来救苦，待悲待怨，大神大慈生的聚光天后，我的破天大神先天都不愿，君之心会明理，为三生人待于太极，不受豪杰家之名，定因无量平之宝，自为清虚动因，恩盘三界，待悲待怨，大神大慈，三愿三听，三观大帝，三公九佛，应感天尊之心，会明理，浑圆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不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愿度总观，九天有一事，昨天刚北京，有缘大将军，真天主顺，真无灵验，仁慈正烈，谢云真君，知识不神，于虚实相，玄天上帝，清泉化身，当摩天尊之心，会定理，本来难度，上诉书读，先后皇帝就定制丹书，老君两度与举，前州的修行之要，一时成故那之功，发露全称，受蒙为平而结临绝，正邪两边，多不听之而化现权，得救大丹，道齐齐人，待悲待此三天佛教，普宣提到大法天使，雷霆独生，太玄上将，独天大法主，正义冲玄神话，精英先有真君，六合无穷，高明大帝降魔护道天。向精绝玄仙，化身为三教之师，张发盘无雷之灵，黄亮文爵，王师上之功名，宝剑光辉，扫人间之妖怪，死神六道，又感地苦，三界十方，不求不应，黄河楼头留声机，于清殿内炼丹砂，寸刀相遇烟丝，仙仙寄于云洞，禅法门之香火，极玄寺之地行，待悲待怨，大神大慈，开山即教，灵应素食，天雷上香，灵宝真人，春阳炎症，金花扶佑帝君，星星妙道天尊之心，会明理，明显莫测，报道无穷，
Thank you.
高者，直送保安殿，金兵胜百户，先起于无形，三魂得安间，邪魅不能停，无方将真气，万夫子来听，长生朝八难，皆有逢喜庆。在消火三八元水火五行九元聪明智慧十元学道成真十一元众生永护十二元王者超生一切飞禽走兽一切蝼蚁蛇虫一切冤家债主一切男女孤魂死神六道一切寒灵闻经听法早得超生闻经听法早得超生闻经听法早得超生将化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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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下来诵经功德，上奉高枕，下报平安，慈父孝在公开善功，这无上道一切心理知心来爱陈年，自行心造就度世人，身不易得，正法最难遇，但念无常苦，各发清净之扫除诸妄念，去却贪嗔痴，忏悔往昔非，当求今日是，永蒙圣境界。
愿。